韩国男团神话成员 M 李文宇这天来香港举办粉丝见面会，距离上次来港已经隔了4年，粉丝等了这么久， M 当然也带给大家精彩的演出。而在聊天环节当中，神话的另一成员申慧欣突然登场，粉丝都相当兴奋。我们也随身，大家。难道慧欣是特地飞来当嘉宾的吗？迪士尼를가야되거든요저는홍콩형항상디즈니를친구한놈을아한놈한명을데리고친구한명이라고얘기해야되는데那个朋友是不是就是 M 啊？之后他们两个大玩保龄球游戏，输掉的慧欣就要接受惩罚了。저는사실멤버를이길때가장짜릿합니다내가정해주는거지내가낼수있죠저거네요오케이섹시댄스其实慧欣也是在香港有表演，所以跳完舞他就走了。在聊天时问到1月1日想跟谁看日出 ，M 犹豫了一下后选了君君啊。올해2017년에 ND 랑 너무 시간 많이 보내서 2018년은 전지랑 같이 새해 기운을 받고 전지랑 한번 또 같이 보고 싶다라는 생각으로 사실 이 질문을 ND 라고 대답하면 전지는 살짝 삐질 것 같아요 ND 는 안 삐지거든요另外问到喜欢天若有情还是英雄本色， M 也是想了很久，最后选了英雄本色，为什么呢？영웅본색은저의학창시절에정말그두영화가정말저한테소중한영화인데그런추억도많이담겨있고두편다한10번이상씩봤어요그래서걱정했어요유덕화냐아니면주윤발이냐아두분다너무멋있는데예전에신화방송에서영웅본색을틀어드리고했었거든요저봤거든총도그렇고성냥개비성냥개비없으면이수시계不过小编跟主持人意见一样，用牙签来扮的话真的很像大叔啊。香港报道。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欢迎关注优酷土豆娱乐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优酷娱乐全娱乐早八点，来看更多八卦猛料，还有超多明星周边和签名福利等着你。据说长得好看的人都在关注哟。这世界很酷。